亮西的，我还没穿过学士服。对，我跟亮西借的。嗯哼。啊！只有看到亮西收回啊。啊，真的、哦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我有看到了。回去就会闻到洋洋的味道。谢喽，应该是蛮洋骚味。我终于懂为什么，是啊，我终于懂为什么亮西要进，他就回去了。